婚期不能让人跑。准备好了吗，陈小希？很贵。昨天不是说要取消游吻吗？还这样去干什么？何群，你现在出面阻止，我就一定放弃。游吻开始，请准备。何群啊，还站在上面干什么？现在上去阻止还来得及。我说过我会尊重这个决定。陈小石他真的很在乎你，他昨天特地来找阿哲，希望取消今天的拥吻。这我知道啊。你不要装着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你知道他昨天怎么说吗？他亲口说，他真的很喜欢何群。虽然何群这个人霸道，又爱欺负，跟我斗嘴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让我哭。可是，他总是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他还说，他是你的未婚妻。他喜欢你，所以我当然也要在他身边支持他，不让他输掉比赛，输掉也是。他这么说你就相信他，就觉得他喜欢我。何群，这并不只是因为我听到陈小诗说这些话，我还从他的眼神中感觉他是真的，是女神分辨得出来。我的未婚妻不能让人跑。哎，你干嘛啦？何群，我叫你放手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不会放开你的。哎，你放手。陈小诗，我警告你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不准你跟其他男生有任何的接触，也不准你看其他男生。从今天起，你只可以看着我。我吃什么醋啊？我才不会喜欢上一只乌龟啊！既然不喜欢，你干嘛管那么多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本来就不应该跟其他男生有任何接触啊！拜托，我只是你假的未婚妻，你没有必要管那么多吧？反正我不管，就是不准。何群，你不觉得你这样的要求太不合理了吗？我假扮你的未婚妻，到处配合你演戏，你处处限制我的行为，现在你还不准我看别人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太过分了吗？就是不准。你太过分了，我要跟你决斗。条件好，只要你赢我，我就放过你。接招！